一个字，绝。今天凌晨，萧亚轩发文疑似宣布与黄浩分手，结束了。双方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女方还有自己的梦想，男方也有自己的想法。祝福彼此一切平安健康，彼此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。谢谢你，你的一切，再见。2019年8月，萧亚轩黄浩公布恋情。觉得分手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发现死亡问题都是随时就出现啊。对，送命题。我觉得不可能，不行。我可以啊。没有你，你爱就会产生感情，对不对？感情之后升华成友情，这个是都是感情啊，就是情啊。OK， 我觉得如果你能做。